哎呦呦呦，这家伙难度挺高啊，都带动画的啊！我去，群秒秒10，这对面好像珍宝阁的秒十神龙啊，秒十大龙王触发了龙渊鱼的特殊几率，四星天。石头岭第一回合直接开飞。我速度比石头岭慢，要不然我肯定是要给第一回合给石头岭野兽的。在这个队伍里，你可以看到，这是锤哥啊，这是逆哥，这是乐哥啊，这是熊总，我基本就属于端茶倒水的啊。我去，我竟然忘记变身了，兄弟们。这个特效是可以关闭的吗，兄弟们？好啊，我们的情报大使头像为皮卡丘的粉丝啊，已经给大家啊带来了这个杀天罡的技巧。如果技巧有用，为什么要充钱？对不对？充钱就是为了没有技巧。显不显现效果应该不影响吧？一没有了，感觉差点意思，没有刚才那氛围了，感觉不紧张了啊！就假装关闭不了再打开。梧桐不会拿我的符战装备再杀吧？我靠，这个结算真是黑暗！哎呦我去，真刺激！这他妈水啊，真菜！双金星。究极飞沙走10秒10啊！哦，连环击。石头岭攻击还是稳定啊。开局6000开的局，哎，哦，我百包号没变身，完了，在队伍里成混子了，变成小趴菜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石头岭休息了啊，这下轮到我了。究极飞沙走石又来了。老王作为队伍里最便宜的话，我应该低调。确实，这个队伍里确实我最便宜啊。哎，这个四星的这个星是不是宝宝有额外输出啊？感觉宝宝打得好疼啊！全程猎食了一次，没爆必杀。全场零封，零封印命中率。
了，兄弟们，手机用户所有看直播的兄弟们退出啊，签名看一下自己养的箱子养到了多少级啊，今天是本月差不多最后一次直播啊，然后呢把三阶命令的箱子都开着，然后还剩最后一个高级魔兽要诀，开出来的话给拿走35把火箭啊，还有4道青花瓷。我靠，我还没出手，给我留点怪。感谢有道的啊，金箍棒。老毕，你每天想着骗礼物，你每天想着是如何骗我弹幕。来吧，咱俩比比飞机。我凌波城没有夜战，但是应该飞的数据不会太低，因为我带的是好装备啊。他们带的都是任务装备。来，我先来，怎么说，爆一下吧，兄弟！哎呦我操，暴击4500，暴击8300，不爆5000，5000，8000，黑暗没有百爆卡，好难受啊！这输出跟他妈狗啃了似的，乖啊露齿的啊！欢迎二爷，这不是花二爷，是另外的一个二爷。啥技能啊，真菜。好了，这里面又到了我们的喊麦时间，谢谢我们的冷温柔，谢谢 MyC 可乐，把这首歌送给你们，这首歌叫做凤舞九天，做好准备，切吧。别飞机了，再飞机怪没了。真阳令旗给我用一下，让你们看个真飞机啊，真飞机，真飞机，超飞。影响结果，能精心就行呗。好，真阳令旗啊，战敌，哎呀，牛逼！哎呀，我操，太牛逼了，太牛逼了！啊、哦，我操，太牛逼了啊！台面拉满啊，第八回合就只能出林中鸟了，叫第十回合就是地听了啊。来，怎么说，一刀17000，直接再追加嗜血追击，嗜血追击21000，触发林中鸟120%，开飞机三刀，第三刀46000，没有自我陶醉，开没开飞机啊，我是没触发金刚四方套，要不然对面12个怪全没。带我没毛病啊。